当我们装好 Helix 编辑器之后，我们可 S 这边是 Binary 没有找到。好，然后我们查，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Helix language.toml 这个文件，然后我们查找一下 Go。这边是，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Helix language 这边是 Helix 编辑器默认的一个配置，是谷歌，我们用 Helix 打开，或者 str，我这边的一个 Go 的版本是。1.1.9.4，我们输一下这个 Go env 的话，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个环境变量，我们待会再回过来这边。接下来我们打开这边 Helix 的一个 8wiki 的一个文档。我们往下拉，找到这边的一个 Go PLS，这边有提供了一个 GitHub 的一个地址。就是 Google's LSP Server for GoLang。现在我们可以往下拉，我们可以看到 installation，我们可以复试一下这一行命令。回到我们这边的终端，我这边是之前已经安装好了这个 Go PLS，现在取消。我们刚才回到刚才那个 Go env，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Go path 的一个路径，就是 user Brandon Go。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夹当中的一个内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个装，现在还需要这个
binary 这个命令文件保存这个文件重新打开刚才导入进来